都能够喜欢。那你讲一下，苏当时候呢，嘛真感开心哦，特别要向呢咱欢喜哈，平常的关系带动气氛之外，嘛要什么辣妹感觉。等一下哦，也依依呢舞台上带来的潜力的舞姿，欢迎在台边跟咱现场好朋友，大家呢爱一下手，做一下歌朋友，来邀请我们的草莓，我们的水果女王来安排这一首《红豆》，来送给我们的欧耶哈，来安排这一首我们谢依霖的歌曲《红豆》，我送给所有的嘉宾，为大家大家共同欣赏一下雅安妮。谢谢，来感谢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哈，谢谢你。